大白萝卜，咱们老家叫大象牙。这地方没有红萝卜是吧？咋没有呢？这咋没有？有绿萝卜。我想咱们这跟红萝卜似的。红萝卜是硬的。你这土豆挠不会使，你看这个可好使的，你刮刀这能打出这样的。我不愿意使这玩意儿，我就使刀。你那剃头匠使锥的隔路揣手啊，这使刀，你这有这个土豆挠这么好使，你使刀，你看使的劲儿都一样，它就往这上一搭。这萝卜糠啊，真挑的，糠的不行。每天使它拌点醋，拌点白糖，后天杀它一剁，杀出水分。好，这块肉一斤五两啊，一斤多正好。啊，那不正好。这块肉你挑不出毛病啊，就行。我这买东西一般的糊弄不了啊。这些都有点多，一斤半，一斤半都多。多都来的吧，剩下下顿吃。这些浇两锅。得浇两锅，少浇点儿。我就来这些。盖上。这个是盖上。好了，这回差不多了。这回就行了。都前期都干好了，你们啊。买点水。蒸饺子。大蒸饺子嘛，是吧？来点盐。姜汁。葱花。玉米鲜酱油来的。花生油。对。就这几样。你这一和上就亮乎了啊。再来点这个萝卜。这咋摆上那个大米了，哗哗往里头。那你看这有馅儿。小馅儿老美的啊。包不了方的，还有一块面呢。包不了那块面，就明天闹不行使的，今天和出来都行了。哎，干啥呀？别拿提前量那不行拉劲儿了。不是，这烙饼面不怕行。高冰箱里的它也不酸不啥的。不酸。活多了。这明早能使烙饼，烙几个小油饼，装在小平底锅。烙呗。那你妈烙的饼老远乎了，面和的好。真的没用。那给家烙那大饼，这烙出五颜六色这么大大豁牙饼。哎哎、可别让你夸个人，让你夸个人去。你这啥人你能夸？不知道。这脚不夸就夸，还整个豁牙了。不圆圆，它不就豁牙了吗？烙饼不就这面挺软和，这脚不大呀。你看你。不得整正好，太大牛肉馅饺子能熟吗？这就够大的了。你包习惯了，这跟包子和饺子面能一样？太软了。这软啥？这要这么软？其实包牛肉馅饺出数啊。那牛肉老出数了。这些都够，差不多够咱吃两顿的。那多包子啊。多包子呗。
妈，这是长方形的吗？啊、嗯，你那是卡，那什么？长方形吗？长方形，你这包出那个，就是长式的大酒盒子。我感觉这批比上批大呢。啊，这批是那个四个标准，你看这个，我手揪的，它这玩意不一定能有准。这个面远了，一揪就跑了，是吧？揪不住这。这牛肉蒸饺原来是过年的菜儿。没有过年菜，过年吃一顿。嗯。现在也是生活好了。过年一般是初五。现在生活还有。一代比一代呢，那你们这代还值得点呢？小时候哪？那时候谁这代？啥不知道？就知道新生下来就这么好呢。嗯。这社会就这么好。还得学历史啊。历史不能忘，那没学那玩意儿，没有亲身体现教育一身。学的毕竟是学，亲身体验它又一样。那我们也没体验着呢。没体验着，你们小时候那时候也不吃啥都有。我这个带馅的。怎样？包这个。多大了？嗯，你现在包那个。不惯蒸饺没事儿。那不一定，还不惯。那个有馅的，这个等过一会儿就不漏了。你们小时候，你们小时候，那一多少天买一两毛，那是一毛钱是两毛，几毛钱？啥呀？冰淇淋。我的妈，五毛呢？哪是五毛啊？那是两毛，可贵了。三毛吧还是？反正我没吃过几回。那一小勺冰淇淋。你说你也是，你那时候你有钱，你就多给我买点，让我吃个肉。那不是冰糕吗？整的穷疯的是。冰糕。一回㧟一勺，完了之后掏哇拿家去了，到家都化了。谁让你拿家去了？你就给我吃呗。那时候高满糊涂往上。那时候我说一般的都吃冰棍儿，嗯，那个是那个新时兴的做冰糕，嗯，那就不咋买。其实冰棍儿不少买，拿冰棍儿给吃啥？咋没吃呀？吃完就忘了。不是冰棍儿那时候就是雪糕，一咬嘎吱嘎吱的。你等那个冰糕就是冰激凌。是，就现在是冰激凌，那是开始带奶油的。开始时候做完了的有挺贵的，舍不得买。嗯，这。挑两桶煤罐完了去买点冰糕，就剩这点馅子，这些皮儿够不够？那你还有面呢？嗯，吃这点馅，明天还能蒸吗？再不都给蒸上得了。蒸不下，冻上。嗯，冻上哪天早上就吃就拿。这早上够吃一顿的了。我没说够吃两天，就是有数着吧。妈，你整蒜了吗？我爸呀。蒜酱吗？啊，没有咬也行。上劲儿了啊，定了呗。定了。15分钟。行。多蒸一会儿牛肉的。扣上。咬着吃也行。爸，你吃蒜酱吗？我爸不吱声。你吃蒜酱吗？吃。哈哈，这个到点儿了，没漏哈、嗯、没漏，你看我包的也没漏。现在看不出漏不漏，这个夹都没漏，拎都没漏呢，还能漏了？不是粉面，粉面抻多长，这一粘好漏。关键这玩意撞的，嗯，撞的好。不是你这个撞这个，它这个距离是主要的。这跟包子不一样，这玩意撞上就行吧。嗯。包子这粘一块也不行，是吧？嘿嘿。
妈，你咋又帮助他了呢？不是帮助谁，跟俺是咋回事？你撞一块儿，他得，他一热了，一蒸，他也那啥大，不弄规矩的了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坏，这个那是粘那啥上了？你那是粘锅边子上了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够了。晚上还得上夜市呢，上夜市那不晚上事儿吗？那现在是一点多啊，那都一点多，整完饭都一点多了，这晚上一点没整粥，今天喝点水，我爸非得说不喝，那个开饭，今天没有啥庆祝的，昨天少庆祝一样，人家说中国女排也赢了，不知道啊，我爸就搁那看女篮了，啊。哪天补上？这你要是全国你庆祝不过来，哪天都有惊喜。那你惊喜是惊喜，但是咱们得知道的。这牛肉馅出入啊，嗯，还冻起来那些呢，冻起来还不吃，冻起来得有一把那一大把斤。那得多啊，有两两角，太不吃得惯。哎呀妈，领兵没吃过，挺香啊！老长时间没吃牛肉馅的鸟了呢。嗯，那馅儿还行，不咸。不咸，蘸酱油不咸。这块牛肉也挺好。嗯。嗯，这人，谁说他们的牛肉都22了，还20几了？咱们这还30多呢。35卖牛肉挺挣钱呢，咱们这见也见不了那么多。这咋早？这一步摘上了，这传下来是猛吃。这不喝酒吃是真快哈。嗯。嗯。你没吃盘焖的呢吧？有。这牛馅饺子焖的，这就妥了。不是，你也得多吃点，这晚上指不定啥菜呢。哪里焖的也行，送到夜市上。你拿点焖给我家吃，那跑那吃。你要说跟你的小龙虾拿的还行，你拿点焖子上面，不都化了吗？外面可热了，看着化着吃，哎呀，就开始吃呗。嗯，给家吃，你给外边那人多做那是两个感觉。你就像那个拿猪爪子去旅游似的，那是又有回事儿。你搁家吃，吃不出那感觉。也就你能想出那个招的，让孩子拿猪爪子。你别家长人谁呢？孩子旅游还让孩子拿猪爪子，那吃完油麻花的衣裳都有了。嗯，小时候啊，不过六一，那时候我拿两个面包干不拉三小孩。我们那时候过六一，有不少带鸡蛋的，带鸡蛋就喝那个2块钱那个汽水。对，他俩就三项，那不少进医院的。谁道我咋没拿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有的是带鸡蛋的，带鸡蛋你不拿呢？我记得有一次，开过五一节，跟跑运动会赶一块了。嗯。煮一盆鸡蛋没有功夫吃，那鸡蛋嘛还破皮了。嗯。它不好扒。后边咱们屯子来跑看运动会的，完了后边不谁来了，让那谁给扒两个，站在块扒两个，完了得抓空搁嘴里吃了，要不都吃不上了。你这忙啥样子？啊，你要说扒鸡蛋功夫咱没有，那你真的？那是你工作，那是你工作没安排好。不是扒鸡蛋功夫没有，鸡蛋护皮它不好扒。你爸先上街买东西，我个搁家。咱们邻居，你后边还生孩子，
哎呦我的妈，现在这屋里不外就不够我一个人跑去了。你想想，你不是女强人吗？能人吗？屋里还老来人。那家伙忙的，你那能走道也快呀，快手跑似的。那是不夹这个里的，你就高这个吃。我还能吃一个，你吃，你爸给你，给你爸一个。不要了，我还吃一个就得了，够了。吃饱了。这饺子多是多。不是。我们家人饭量其实确实是挺好，两顿饭，没有特殊情况很少吃三顿饭，是不是？吃三顿饭就吃不去了，吃两顿饭吃得香。不吃三顿饭，哎呀，这最后一个还吃的，这多不好意思，还捡我妈一个，这个我都吃不了。你不吃吧，剩点蒜酱，要不就有的啥了。豆溜花，哼，香，香是老香啊。更好，来点汤，来点白开水，来，整一口得了，啥也不来。哎呀，晚上商业事儿，明儿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溜达溜达去，都搁家待了。嗯，白天出不去，就得晚上活动了。白天出去，脸都晒坏了。白天太热了。嗯。